界在不断改变，当初那场面依然还像团火焰，激情没可能被浇灭。青春就要勇往直前，不断奔跑尝试新鲜，刷新纪录创造经典，跳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又不理我。拜托，不要盯着看了，不就是没穿衣服吗？让让让让，让让。不要！快闪开！快拉我一把，出不来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莫名其妙遇到这么多事儿。喂，你这个家伙倒是说句话呀，究竟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哼，我看多半是不想告诉我，树林那个打扮浮夸的家伙也想抓我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嗯，马上就到学院。冷若冰霜的人都比他有亲和力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里的空气清新，环境宜人，还有烧烤。想吃东西就快跟上吧。学院是不是很厉害的地方？那里是不是有办法帮我回去啊？到了。等等，你确定走这里？前面没路了。是上面。学校怎么会修在这种地方？你们真的要上去吗？是你自己上去，我另有任务，上面会有人接你。喂，你不会是让我爬上去吧？有了，趁机会还是赶快溜吧。你有事就赶紧去忙吧，拜拜。对了，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你，往右站一点。往右站一点。再走点。好好护送这个人去学院。你在对植物说话？如果他不听话，也不用对他客气。Woo!
怎么被弹到这里来了？像个迷宫一样。你是谁？竟敢闯到这里？喂，你是来接我上去吗？说，来这有什么企图？企图？你以为是我想来的吗？我连这里是哪里都不清楚。你再不说实话，我下次可不会打偏了。既然我在这里不受欢迎，那我还是下去吧。这家伙没跟来吧？那个野蛮的家伙没跟上，怎么还穷追不舍啊？看来你还有点儿。别说了，我坚持不住了。白痴。有完没完啊！不要再跟着我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又是什么？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嘛，长得也很普通。大师，谢谢了。是我让他去接你的。哦，欢迎来到天星学院。你怎么会闯入浮尸迷宫里去呢？那里很危险的。是那个植物把我弹上来的。那你一定是没有遵守它的使用规则。规则？这里是所学校。不过学的东西和一般的学校不太一样，在这里学生学的都是酷跑技能。酷跑？没错，这个世界人人为之疯狂的竞赛活动，几乎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一名酷跑选手。尤其是每五年一届的全联盟酷跑大赛，是每个酷跑选手心中最高荣誉殿堂。能获得冠军一定是很厉害的人吧？他们都是学院的荣耀。照片上的人都是冠军吗？虽然是冠军，但没有人真正的完成全部赛段，终点永远是未知的。他们只是比别人走得更远更久。他们身边的是什么？那是选手的坐骑，具体的以后你会慢慢了解的。哦，这里衣服还真是多啊。可是为什么给我穿这件呢？这套好，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是给自己挑衣服吧？还有，这个应该是男生穿的吧？你们这儿难道就没有正常一点的衣服吗？哦。这件好，这件一定适合穿着，绝对适合男子气概哦。找件衣服穿就这么难吗？这件很不错呢。哎，也就将就穿吧。来，让我给你登个记。
是这样吗？你这是魔法书？它比魔法书厉害多了，只要存在这个世界的东西，它都能找到记录。哎，好了，校长已经等着急了，我们赶过去吧。我就送你到这里了，你进去吧。进去以后不要害怕哦，我们校长人很好的。搞得神经兮兮的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吗？这些东西难道是……你终于来了，为我献上你最鲜美的血液，从此享有永恒的生命。这才是抓我的目的。泪水浸泡的微笑像灿烂光芒，把心里黑暗角落全部都照亮。摊开我手掌，失落的勇气放在我掌心上，那是爱赐予的力量，教会我勇敢的狂。不狂妄更不以为懦弱的沮丧，你说那是对自己虚伪的善良。你在我身旁让我懂得了肩膀上的重量，不畏惧去担当梦想的誓言，将你走向猪爸爸，一路乘风破浪绝不放弃投降，受的伤就算留下疤痕也是容易寻常，往前闯看不见的终点，只为心之所向，迎着风享受着胜利，手与命